开场白，整啊，真喝呀，那还客气啥呀，都坐着呢，干了啊，哎喂，干杯。哎呀今天这状态行啊，是啊，喝得挺快，那得陪你喝呀，马上嗯，马上扶着扶着。哎，对你得这种状态喝酒，喝酒嘛，你就大量大方喝呗。来，吃我菜呗。吃啥菜呀？来干得了。老爷们喝酒就敞亮的，来。嗯。哎呀。嗯。哎。嗯哼。啊，真辣呀。再喝呀，歇会儿，吃会儿菜。来，三连冠。啥？你今天还厉害？咔咔的。哎呀，来来，喝酒这不大方方的，别滋着你。我说心里话，对不对？吃我菜，吃我菜。来来，干。吃我菜。来吧，干吧。来，最后一杯啊！对呗。喝完这杯吃菜了啊。一滴不剩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！是啊，嗯，菜，这哪漏水啊？嗯啊，没事，地暖漏的，地暖，地暖漏水得往下渗呢，这咋还能出上面的呢？它得反上来呗。从哪儿出来的？哎哎，不是，是我排出去的。排出去的。嗯，就是我这两天喝的大小便失禁了嘛，喝进以后就是没等消化呢，直接就排出去了。哎呀妈，多埋汰，用手摸，哎呀，这不酒吗？是排出的是酒吗？怎么排不出别的呀？那裤子咋一点没湿呢？裤子是有意思吗？大哥，你拿我当傻子呢？我说你今天喝那么快呢，都到地下了是不？还整个大小便失禁了，你咋不说你流的虚汗呢？你跟我喝酒，你整这路子干啥？有意思吗？不是，你嫂子青莲就是都给我骂了，不让我喝，你偏让我喝，就没招呼了不是？我不管啊，你别跟我说那些。反正你刚才这三杯你倒地下了吧？你得补六杯，这玩意儿这瓶你喝。哎，这瓶你都给我喝掉。峰哥，峰哥，哎，峰哥，哎，干啥呀？啊，那个直播的事儿，我想找他。啊，走走吧，等坐着。直播事儿明天再说啊，今天最大的事儿就是喝酒，你赶紧给我干了，干了。真的。哎呀，来，回家的感觉真好啊！坐吧，在这大拿呀，嗯，我还是有点后悔了。
后悔来投资来了，考察来了，还是后悔来这儿了？不是，我觉着吧，还是得你跟小燕商量好了，我再来。这是我家，用不着商量。小燕指定乐呵，他也同意你过来呀、啊。你是我们俩的好朋友。行行行，别墨迹，别墨迹。走，赶紧收拾吧。哪屋啊？嗯，住哪屋啊？你住炕习惯吗？炕住不习惯，你城里来的是吧？住床吧，我去给你收拾个床。你就住我和小燕屋，好不好？行，嗯，来。爸啊！占我便宜是吗？你答应啥呀？不是我，不是啥？你有儿子吗？你不光棍吗？上我家干啥来了？咋的？水厂放不下你了？上这冒充家长来了，木生啊！说话口气别那么火爆啊，对我有点礼貌。你值得我对你有礼貌吗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趁我爸不在，赶紧走啊！凭啥呀？有人请我来的，撵我也轮不上你呀。那我可不客气了啊！该干啥干啥。王大拿，出来！啊，爸，咋的了？你胡出来，我看见没？他要撵我走，住不了了。你干啥玩意儿呢？不，道歉，没大没小。胡说，我咋的了？这屋不冷。我错了，胡说。哦，你请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胡叔夏天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，这次来奔你妈来了，这个企业人家来考察准备投资。哦，这是咱家尊贵的客人。误会啊，误会，明白吗？嗯，搁水厂住，咱们家最起码一个礼貌都没有，所以说我就请到家来，我们老哥俩交流交流。行，那这是我胡叔行了呀。嗯，我给他拿过来。嗯，我就是，好，你先来，我给你收拾收拾啊！爸，你疯了？啥玩意儿？我疯了？你咋能给他整咱家住了呢？那整哪住去？我打电话没跟你说吗？他这次来是准备常住沙家浜。我都知道他要常住，我寻思。给他弄家来，不就是这表示一下咱的热情吗？给快喝点水吧。还是我媳妇多好。你咋又喝那么多酒？现在喝了酒，但是我心里面非常明白。非常非常开心，这一点没喝多，我跟你说，还没喝多，舌头都硬了。这是舌硬啊，红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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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孙晓峰，我发现你现在拿我说的话不当回事了，是不？不是，大哥心情不好，我呢。大哥陪陪他，陪喝点酒，开导开导的。但是没想到那小子贼能喝，他们俩地把我灌多了，就这么回事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别老拿大哥找借口。那怎么着？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就是一家人亲哥们儿。我爸就是他爸，我妈就是他妈。
媳妇儿。啥？就他嫂子。没喝多，又喝不喝多。啥事没有。我跟你讲啊，孙晓峰，你要是再喝这么多酒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别生气，我老公，我给你跳舞蹈。哎呀，大半夜跳什么舞？哦，给红。行，赶紧睡觉吧。你咋过来了呢？好像我妈回来了。大哪让你来的？啊，一会儿吃饭啊。坐这儿来。啊！回来了，我收拾完了。你回来了。啊！妈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刚才回来，叫一声爸，我吴叔答应了，不知道啥意思。嗯？收拾好了？收拾好了。我看看去啊。不是，住扎脸那屋。什么？你也是的，你说这哪能搁水厂住啊？这么尊贵的客人，咱得请到家里来呀。你咋？你让我连知道都不知道？你这叫啥？失去理解了。你啥意思啊？哼哼，我还想问你啥意思呢？谁让住这儿的？我呀。你想多了吧？他是来考察来了吧？他是不是咱俩的好朋友？咱不应该给人让到家里来吗？你这么大人物，你给人扔水厂搁那住，咱礼貌吗？这回到咱家里，我能照顾上他？你知不知道咋回事啊？老胡是我的恩人，这次水厂人家帮大忙了，投资的钱是人家拿的，你知道拿多少钱吗？拿多少？300万。300万。人家拿这么多钱在水厂住人考察，怎么了？钱到位没有？给我一张卡，和他朋友一起呢。卡里有钱吗？王大拿，你到底咋想的呀？你要是觉得他在水厂住不好，行，咱们找个宾馆，给他开个宾馆也行。你给整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我想呢，给他开宾馆来着，他不干，他说费钱。另外呢，你说他开宾馆，完我是不是还得开个房子？你开房干啥呀？你也不是没有家。我得陪着人家呀，这我不露面好吗？你说他开一个套房。我最起码搁对面也得开一套房，这要套一年的话，就套进去个180万，你说这值不值得？城里来的，住咱这炕不方便，我寻思就这一张床，让他住，咱们出来，咱搁哪炕住了啊？合适吗？那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在水厂不太合适啊，打透支商给那像打精的似的，多不好啊！接咱这多好啊，我还能看着他。你陪他，那你能陪吗？我听明白了，就是咱得好好照顾人家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么诚心，可能都倾家荡产了。我分析，你说咱们稀里糊涂的，我装不知道搁家眯着睡觉，完事让人家。多心寒呢！你这么说就明白了。嗯，就是说，人家对咱家有恩，咱们得好好照顾。对对对对，我也得好好照顾他，在家里也好，给做个饭也方便。啊，对对对，行，那我跟老胡聊聊，我以后好好照顾他啊。我听你的意思。嗯，你敲敲门。你又好好照顾他，
收拾差不多了，我那里边的东西都给他拿出来啊，完事再说。哎，别闹了，反了哈，走走走。哎，别！你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是咱家最大的功臣啊，以后啥都别干，你就想干啥你就支持我，我干就完了啊。那我命令你晚上下班早点回家。这，哎呀，你吃饭了吗？走了，走吧。嗯。干啥呀？干啥呢？我就剁点那个鱼干吃。你等会，我唠点事儿。你那个毒蛇比赛输不比了？不比了。那磕巴大嘴巴子不打了？不打了，那打啥呀？只要你和青莲不降就行。磕巴就让他磕巴。那容我把你妈接回来。接吧。同意不？那啥不同意的？同意。啊，我也同意。是同意，接回来吧。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定了。上班。该接回接回来，我和青莲啥主没有啊。走了吧，走进来。你回屋歇着去。那你慢点骑啊。放心吧。毛毛愣愣的。刚才过来了，啊，我过来找我爸谈点事儿。啊，你爸知道吗？知道。那行，那你等他吧，我上班了啊。啊。用不用我带你一起去？不用，你开车慢点啊。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啊。老跟着我干啥呀？谁是木生啊？就你这口条，方圆十里还能找出第二个呀？是我咋的吧？你老跟着我干啥？谁跟你了？我晨练来了。你晨练练这样了？冷，手抽筋了，不行吗？抽筋了，我看看，我给你掰一掰来。干啥呀？活动活动。掰开！哎，哎，哎呀，干啥呢？撅我是不是？
不抽筋了吗？我给你掰掰。别老跟我俩动手啊！我练过，知道不？你练过啥呀？练过啥？练过无阵他。那啥叫无阵？我瞅瞅。来，你给我。那你见识见识。嗯。看过吗？无阵，无阵，无阵，无阵。行行行，哎呀哎呀，就这无阵呢？咋的？啊？自由搏击。木生啊，你算撞枪口上了。啥意思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搏击教练呢。别吹了，你也不带那样啊。来，照手上打两下。不能碰瓷儿吧？你是敢打还是不敢打？你来吧，你别碰我瓷儿，你到时候再讹我。来，打两拳试试。嘿，一点劲儿都没有啊！你这筋都没撑开呀、啊，你还摆拳呢？你哎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看见这个没有？啊，哎，抓住了，哎，抻抻筋，哎，我看看你这臂力有多大，较劲呢？较劲，啊，嗯，你不行，我这一使劲能给你提了起来，信不？你提溜一下，我看看，我看你有多大劲儿。不带急眼的啊，我数一二三，一起一起使劲儿，来，一，准备好没？二，三，还我，有意思吗？我都猜到了。洪生啊，赶紧练吧。再不练，你这俩臂都废了。我看你这下盘更稳，一点根儿都没有。你再分，你这腿上有点劲儿，你也不能自个儿往柱子上撞，废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活动活动。嗯，那是啥呀？我教教你，来活动活动。蹲起呀。蹲一蹲。哎。啊。对。这玩意儿我能做500组，知道吗？你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坐了，嗯，来就他吧，腿能盘上来吗？玩我呢？不是，能不能盘？你这有啥盘不上的？这不就盘上了吗？简单哈。这是练啥呀？那条腿能盘上吗？你盘不了，别盘了啊！不行，别逞能啊！你看着，盘不了。盘上没？啊！你往下坐，坐，你坐到底下，我看看能坐下去不？能坐坐啊，不能坐别坚持啊！你看着吧，你别逞能啊！哎，哎呀妈！还能起来不？啊？还能起来不？起不来了，你那能耐呢？那张狂劲儿都哪儿去了？你起来一个，我看看。你扶我一把。我扶你干啥呀？你别走啊！咋的？拽我一把呀！慢慢起吧啊！你别走啊！给我扶起来！阿姨，阿姨，快点快点，帮帮个忙。给我扶起来，扶起来！哎呀，你说你盘整这玩意儿吗？哎呀妈！哎呀，不行啊！哎呀，来，我也走不动啊，快来！哎呀妈，这大伙儿来帮下忙，来！哎呦，不行啊！谢谢谢谢啊！他怎么练那练坐下了？我喊一二三，一二使劲！一二三！哎呀！哎呀妈！哎呀！哎呀，大哥，你来我这还敲门？这叫个名吗？有事儿啊？你也知道。你二哥最近心情不能太好吗？我始终得帮着他吧，这个再给他进行这个疏导。没想到就是越疏越堵，啥招都使遍了。我先陪他喝点酒吧，这下倒好，上瘾了。天天拽着我喝，天天拽着我喝呀，都把我喝蒙圈了。你嫂子呀，就不让我喝酒。我寻思。
今天晚上求你帮忙，咱俩合起伙来喝他一把。咱俩加一起也不是他的个儿呀。那咱俩就想想招呗，用套路对付他，也不能虎喝虎喝的。对，那行。开火车你会不会开？我会不会开不重要，但问题好像我二哥开挺好吧。那不行，开火车的玩过，那小玩这玩挺好，开火车不行。他是什么文凭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是我估计啊，也就是初中毕业吧。太好了。你要玩啥呀？咱们给他来个成语接龙。这行，大哥，就我强项啊。卡住，他就喝。卡住，他就喝。这行。今晚他百分百废了。锁柱子上了，用铁链子？没有，这我自己盘上的。我没明白你盘柱上干嘛呀？我怕他跟我妈联系，完了跟踪到广场，他搁那跳广场舞呢。完了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那个搏击教练，说我动作不标准，他说你能不能把腿盘柱子上？我就盘上了。你妈去没？我妈没去啊。那你跟人干啥呀？爸，我不是白跟呐，我发现事儿了。这老胡他不光坏，他还好色呢。30多个老太太跳广场舞，就他一个老头在中间，完还跟人飞眼儿，挺大眼袋，那眼神搁那边跳。一会儿我到水厂就跟我妈说。你消停，别跟你妈说行吗？多危险呢。没啥危险，他是那个人，咱也管不了。咱别这么看，慢慢把你妈看毛了，这成啥了？健身去。那行，那我就忙比赛的事了。我先走了。你瞅瞅，哎呀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太坏了，这老显。这老头子，你干啥呢？你整冒烟咕咚的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要跟我那厨房给我点头是咋的？哎呀，你别在这喊了，我看着。哎呀妈，这给我滋味！你要干啥呀？干啥？整完你就知道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那玩意儿洗净没洗净啊？你就扔里头了？洗不净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给你研究一种绝活。你啥绝活啊？啥绝活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看着这些蘑菇没有？我这叫山珍大荟萃。你净扯那些没有用的，你这不就是蘑菇开会吗？还山珍大荟萃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这名也挺好。对，就管它叫蘑菇开会。虽然说名挺土，但是实际你一分析还挺洋气。咱就这道菜指定拿大奖。蘑菇分老多品种了，什么榛蘑呀、红蘑呀、白蘑呀、黄蘑呀、华子蘑呀，什么香菇啊、鸡腿菇啊。茶树菇、大哥，你干啥呀？你卖给我蘑菇呢？你那个成语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咱练练。你定啥呀？因小失大。对，因小失大。完是我的吧？对，你今大。大掌柜。咦，二哥来了。三弟今天也来了。你搁这。咦，来了。你咋还没醒酒啊？不是啥没醒酒，这等你等半天，等睡着了。来了，来，那喝吧，怎么啊？喝呗。哎，一人一瓶啊，手把瓶。再手把瓶啊，一人一瓶啊。行。走。一会儿来。就你好玩来。昨天你大哥跟我喝酒的时候，往桌底下倒。那天是那天，今天是今天。后来让我发现了，直接把瓶子插嘴里。那个，这么的，
每天喝酒吧，那么喝呀，就是太单调了，尴尬无味。今天咱们变种方式，就是边游戏边喝这个酒，啊，这个开火车呀没啥意思，咱们呢就给他来个新颖的，对，成语接龙怎么样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你同意吗？同意。成语接龙，哎，到那会儿谁要接不上，谁就喝，罚他一杯，好不好？对对对。我不行，成语。你要行就不跟你玩，你不行才跟你玩呢。那玩儿啊，我看咱们站的那个，哎，这样，在哪儿起的？行，你起的。嗯，二哥，你看你这段时间情绪这么低落，是啊，希望你吧，精神的，对不对？你什么事儿吧，你得以大局为重，你不能因小失大呀，对不对？这话对，这话，这话对，说的对。呀，那就因小失大开始吧，行吗？因小失大啊。你来吧，大哥。大了啊，你接。哎呀妈，这个挺难的。大难什么呀？大五四大小多少？你不行。大三二大大展宏图。好，寓意非常好。嗯，祝愿二弟大展宏图。五四三二徒有其表。呀，行啊，大姐表。五，表里如一。一，五，四，三，慢点数。二，一，一五一十。好。十十十，五十四，实话三二，十万火急呀！十万火急呀！十万火急呀！大哥，谢谢你啊，大哥，十万火急。嘴真欠儿，急，急了，急急急！等等，别着急，想想呢。四急三急急二急一急急如律令。啥玩意儿？他说急急如律令，急急如律令。我没有，我说的快，吃了一个字，急急如令，四个字。啊，还吃一个字啊？那叫急如令，那你都吃了得了呗？那你留那四个字干啥呀？你这属于扯淡的，你喝，喝一杯。我喝喝。真搞笑，还说我这吃一个。他，你提什么醒？我没提，我秃噜出来了，我这十万火急了。你不提他不就是？快点喝吧。你也是真笨，那不有急中生智吗？就是急功近利。哎，猛住了吗？一下。是不是急？急三火四。哎呀，酸呐。嗯，这觉得酸呢。嗯，老宋啊，嗯，我这刚回来几天，你来干啥的呀？你这不明知故问吗？还来干啥？接你回去呗。你说青莲现在怀孕了，她心情急躁。你说有啥事吧，要办不好，她看她生气，我就不想惹小峰和青莲生气。就你说你要不回去，你说让父老乡亲你一看。这咋的？这要是黄了，这日子过的那多不好啊！行，我跟你回去行，但有一点啊，嗯，有啥事儿你得替我打圆场。那我能不打这个圆场吗？是不是？你放心吧，哦，我老宋听你的。庞然大物。物啊，嗯，物五五四五。三五，啥玩意儿？吓我一跳！干啥呢你？逗你玩呢。五，快点！三，物二，极必反。哎，反五反四，反目成仇。呀，这么快？加点呢呀？仇，仇，仇，仇。五四，愁眉苦脸。脸。咋整的？整的整的脸。四三脸二一脸大吃八方。人是嘴大吃八方。你废话，嘴大脸挺大呀。那嘴大脸不大那蛤蟆。脸大吃八方也是我的。你这不跟急急如律令一样，你俩这语文都是挺。把大的去掉，脸吃八方。你咋不说大吃八方呢？那一样啊。你都别玩赖了啊！四个字的是成语，
啊，那玩意咋寻思？这上脸还怎么能落到脸上了呢？快快快，那脸的成语太少了。来，喝喝喝！你呀，你可真不行。这家伙，你俩纯是来上这还逗我乐呵来了是不？干的，干的，急急如律令。那你不也坑我一把吗？你不提醒他十万火急？你这个正符合你说那成语，脸大吃八方。你脸啊！来，到你了。大哥，二哥说了四个字就行，四个字就算成语。对，成语是四个字儿，五个字儿的以后就得喝酒，知道不？四个字，成语是四个字儿，四个字儿的。嗯，脸都挺难的。说那太多了。哎，多呀。嗯，那你来。一张大脸，你不多吗？你说呀。脸，一张大脸是成语啊，四个字儿，你说四个字儿就算四个字儿成语，行，你说的一张大脸，行，四个字儿的就行哈，脸，或者说一张小脸，一张大脸都可以，一张大脸，说吧，脸好大呀，你呀，脸好大呀，呀，呀呀，呀，接不上了吧？呀呀，五呀，四。Yeah, 三，耶、yeah, 二，一压以三岁，四个字，你这都整出粤语来了，粤语也行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说四个字吗？压以三岁，五六腿八头岁，压以三岁。说的一点都不标准，塞不出来了，塞确实塞不出来。喝喝喝，哎，塞。谁行啊，你挺坏啊。好，到我了哈。你这种行为啊，令人作呕。什么玩意儿？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令人作呕。你这种行为令人作呕，十个字啊。令人作呕，令人作呕，就后面的四个。呕呗。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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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。四。三。二一，欧巴刚能死的，啥玩意儿？哎，怎么样？啥玩意儿？你自己数数几个字。你别管几个字，我整没整上给你。你这几个字是成四个字是成语，欧巴刚能死的六个字的。我给你整上吧。你给他拉倒吧，你来干他干他干干干干干干干，别玩赖啊！这是韩语还粤语，嫌你会的语言多呗？来干他干，干了。尝尝这菜怎么样？哎呀，那我先不吃了，我先下去了啊。大孙子，你干啥呀？你吃这么点都不吃了，你干啥？你又要减肥啊？我没减肥，就吃饱了。不是，腾飞啊，爷爷做的菜不好吃吗？我比较喜欢吃奶奶做的饭，我也是，就都好吃，不是不好吃的，就是。可能在某些方面需要有待提高一下，是吧？嗯，对对，可能是你们吃时间长了，没有什么惊喜了吧？爹，你想要惊喜的话，你得从菜品上找，你不能从我几个身上找啊。很好吃。哎呀！大哥来了，吓我一跳！你啥时候来的呀？我都来半天了，酒菜已备齐，晚上还继续。还喝呀？啊？不是你疯了你呀？你这么喝，时间长不得喝死吗？你干啥呀？这两天喝酒，刚睡两天好觉，你就陪我喝两天。你不能拿酒精麻烦自己，拿酒精当安眠药啊！你这时间长下去，你能受得了，那我受不了啊！你不喝酒挺猛的吗？捏半拉嘴不都能喝我吗？你就不行了又啊！大哥，你说实话，你知道小爽为啥不喜欢你吗？不知道。你差一个地方，差在你这个体魄。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体魄，虽然说你个儿高，但是你没型，你就得锻炼锻炼身体。哎，这样下去呢，既解决睡眠了，小爽
又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多好！你们也没有块儿啊？你们那对象啥的，媳妇儿都有了，咋一到我这就事儿这么多呢？还得有块儿。萧爽属于那种事业型的这种女人，有能力，能赚钱。俗来说，你就得压制她，哎，方方面面要比她强。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体魄，萧爽她绝对喜欢那种肌肉男，往那站，那种感觉的。俗来说，你从现在开始，必须要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，这是你的唯一的途径。锻炼吗？啊？你瞧瞧，又完了，又完了，锻炼你都不敢锻炼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？你看我这么胖，我跑你的话，那简直就是玩儿一样。不试试去？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天上升起一弯月牙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，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扎，红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，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，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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